厕所已经跟那个草坪已经分离了。对。那草坪是分离的，所以哈，我们现场有没有判定有没有外部人泄漏了？泄漏之后，我们使用两线泡沫有没有压制火势？所以哈，我们现场有没有判定有没有外部人泄漏了？泄漏之后，我们使用两线泡沫有没有压制火势？然后火势熄灭之后，我们现在就在防火处理中。